我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吗？11月20日，我生你那天，因为难产在鬼门关走了一圈，你爸他连看都没有看我们一眼，就带着武姨太进了家门。也是去年的11月20日。 他给八姨太的儿子办了满月酒，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屈辱的一天。11月20日，也是我重生的一天。那天我遇到了沈先生，是他让我知道，原来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。 他教我读书、写字，教我做人的道理。他教我爱自己、爱别人。这本应该是你教我的东西。对不起。我昨天听到你跟沈先生的对话了。 这是我的娃娃，在你房间看到它破了，我就拿下来补了补。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留着它，这是你唯一给我的东西。生完你以后，我就病了。 我把传染你就没有继续喂你，只能把你放在旁边的阁楼里。可是他们跟我说，一直在哭，我着急呀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挣扎着用我自己的衣服做了这个娃娃给你，让他陪着你。有了这个娃娃以后，你安稳了很多。我很喜欢这个娃娃。 因为你嫌弃我不肯抱我，只有他陪着我。在我看来，这个娃娃就是妈妈的味道。后来，我发现你眼睛看不见。
把他一个一个的往家娶，我就忍不住的怨，我就忍不住的打你。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，我控制不住。每次打我的时候，我都会抱着他，这样我心里的怨恨好像会少一点。我还拿他来安慰自己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是因为难过才打我。我知道你过得不幸福，我也没能帮你留住爸爸。我的错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米兰，我不应该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，把所有的罪都推在你身上，让你承受了那么多，都是我的错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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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，好吗？不要下来，上去。米兰小姐，好久不见。茉莉花，你竟然没死。